暑期到了，有人爱外出佚佗放松身心，而此同时，也有不少人想到个家己匆匆点。最近，市图书馆每日拢迎来不少学生，大家到图书馆来投资学习，享受着乐读的快乐，过一届书香暑假。小能师的老囝今年十三岁，大家小学毕业。小能师大只一有时间，伊就会叫老囝到图书馆投资，鼓励老囝乐读家己喜欢的投资。减少耍手机、看电视的时间，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我一般有空有时间就带他过来一下，小孩嘛要培养他的阅读能力嘛，多看点书比较好，不要老看手机、电视。因为暑假是六年级上初中的时候嘛，也没作业，然后呢闲着也没事干，所以呢就来图书馆借一些书来看，扩展一下自己的知识。小邓是一名大三学生。目前已经开始为研究生考试做准备。图书馆开放日，小邓甲其他大学生朋友爱早早前往，吸收较高的复习资料，分别集资。准备的不是很好，需要抓紧时间，在家里学不下去。然后图书馆还是比较黄金，还是比较适合自己。因为这边其实环境还挺好的，然后每天在这边其实学习的时间也挺长，就比较有助于提升自己吧。近年来，如来如在的市民利用暑假等假期走进图书馆学习，丰富家己的文化知识。有听说甚至图书馆还未开门，就已经有不少人到大门外个等候。热爱阅读学习的后生人，到宽敞明亮的图书馆来对，享受着长知识的快乐，为即将开始的新一轮学习学习分工作加油充电。此图书馆也开展了多项活动，针对不同人群设置了多个阅读专柜。满足大家的阅读需求。随着暑期的来临，到我们馆读书的青少年读者剧增，那日常是达到了五六千人，周末的时候是达到了近万人次，自习室更是一位难求。我们馆是设置了一个亲子就业室，然后设置了各类型的图书专柜，包括暑期读一本好书、新书。还有党史教育学习的专柜，满足青少年读者阅读的需求。需要注意的是，登山项目更窄，仍不可放松。图书馆方面提醒读者，应该继续做好个人防护，主动配合各项防护措施。根据防疫的要求，我们馆是实行到馆预约的。那读者到馆之后呢，除了预约扫码之外，然后还得出示月刊码。还有测量一下体温，并佩戴口罩才能进馆的。也在此也希望广大的读者配合我们的工作人员做好防疫的工作。好在家长特别是上班族，拢有同样的困扰，就是学校较早放学，家己另外未落班，老囝个智商学晚伫门堆，令人非常头疼。不过好消息来了，近日教育部印发通知。推广部分地方义务教育课后服务，有关创新革除甲彰显经验，推动课后服务创学界，并要求隔宿时间原则上不在当地普遍个至少落班时间后半点钟。老囝去读书，家长去上班，但时间唔同步。于是每到放学时间，大部分学校个门口拢会出现托管机构个工作人员，伊能将学生交到托管机构用餐休息。但有一撮家长对此表示唔放心，于是几撮家长就会想方设法抽时间接送老囝上学甲放学。但经常是车绕八绕，学校都唔得到。有一撮家长甚至为此放弃了工作。市民邓女士就曾经是一名专职妈妈。就算是无上班，只有当接送。俺平时放学是几点过嘛？就问下去。话不会落班，所以啊，佮职场这方面比较唔方便。为解决广大家长嘅烦恼，教育部日前印发通知，推动课后服务创学界，并要求隔宿时间按直接不在于当地普遍嘅正常落班时间后半小时。消息指出，唔少家长表示支持。记者从大华路当地小学了解到，街口开店嘅课后服务就广受家长欢迎。除了可以忙地行教老囝，学校界课后安排还忙改了家长界辅导业务。不少老囝表示，到学校写作业如经咩，老师或小户改作业，更初代等教来轻松了学在，
老师会给我们辅导作业，我还可以跟同学们活动，我在这里过得非常开心。可以在学校等妈妈下班再来接我，还有一些课间活动可以锻炼身体。每天下午放学后，操场顶边活动室内底体育训练、下场排练等活动丰富多彩。家长会表示，现在课后只能到教室内底写作业，现在有边上到课在特色课厅。放学时间大约到五点半左右，唔但老家会成交开心，家长会也惊喜心。明仔为下挂叫老家放学日发操。往家长也会一个自由的空间啦，同你家己家工课咯。因啲单下期，家庭拢时间生得好嘛，所以单下期，增加嘅是个拓宽嘅时间，节省方面比较方便。了解又见老家嘅增入又变多，学校个往成绩部分。教育界人士建议，开设课后拓宽之初，学校可以针对家庭需求开展门径调整。根据家长需求嘅建议，上到开展体育、艺术、科技等活动，丰富学生嘅课余生活。比如我们学校咧，托广有开展了器乐这个合作。锻炼方面呢，我们也有这个篮球，还有踢毽子啊，还有跳绳啊。通过这些活动呢，在这个课余时间能够让学生呢身心呢得到这个陶冶，还有这个身体得到锻炼。不过，爱测试打通学校课后服务最后一公里，花出从指导上加强修改，结果后来课后服务明确嘅指导保障，理想收回拓宽甲学生大考视窗等门带嘅关系，让学校负责人食定心意。同时，课后服务应该给学校更大嘅自主权。直到地方规定，强国禁止学校借课后服务嘅名义组织学生集体补课、集体加课等。但有专家甲学校管理者表示，如果学校连课后服务时间嘅学习空档嘅学生提供课后辅导，也能够满足家长对课后服务嘅需求。那我们利用这个放学的这个时间，把学生召集起来，然后呢，让他们在这个老师的监管下来完成作业，就减少了他们回家去做作业的这个时间。因为我们学校的家长呢，大部分都是属于那个双职工，他们其实忙于自己的工作，没能够去辅导学生，所以对于学生来说是很好的。非法开派黄牌电话卡、银行卡，是电信网络诈骗话提速高发的重要根源，危害严重，必须坚决打击。更正。中南黄沙中心就破获一起非法买卖银行卡挖件，抓获犯罪嫌疑人性命。七月八号，中南黄沙中心民警致事主张某报称，其名一个手机号被公安机关封听。民警了解情况后发现，张某名一个手机号涉及两宗诈骗案，于是要求其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警察。张某他涉嫌将其手下的手机卡、银行卡出售给他人用于转账，于是公安机关加强对其审讯。张某供述了他于2021年六月份将其名下的三张银行卡出售给曾经的一个售卖卡犯罪团伙的犯罪事实。根据张某的交代，民警经过前卫线索、缜密侦查，到当地抓获犯罪嫌疑人吴某、何某甲郭某男，三人分别来自湖南、四川甲安徽。我用这部银行卡，要出到去人，要问在家己，或者咁样方法去行出手去帮人，我前面认识家己的错。经审讯，四名犯罪嫌疑人更对买卖银行卡为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便利的行为坚定不悔，目前案件仍在侦查部审查中。警方提醒，买卖、租借电话卡及银行账号等已严重违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将会被依法惩处。广大市民切勿因小利而误入歧途。公安机关将会继续加大打击出售银行卡、手机卡的违法犯罪行为，在此，公安机关也要告诫广大市民，出售、出借自己的
个人银行卡、手机卡给他人使用，均系违法犯罪行为。若有上述行为的，请马上到公安机关主动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的机会。如今，城市道路车水马龙，驾驶往着多点耐心甲耐让，通行车辆弯窗上停。但现实中，下车事件时有发生。更正，市民蔡先生开车经过市区金方金茂路口的时候，就遭误下车，险险发生碰撞，这让蔡先生十分气愤。事情发生到咩个？蔡先生但当时伊开车行驶到金方金茂路口的时候，刚好误着红灯，就下车等绿灯。但这个时候，后边一只小汽车却不听响伊鸣喇叭，并交替变换扬紧光灯，提醒伊当倒了。我坐直惊吧，了因为红灯起来嘛，我只能听红灯。然后后车是应该是喺右转来，所以隔离可能就隔离我当了他的倒，所以人听个红喇叭，非常光灯。就上来，下叫我惊嘛。令蔡先生想到的是，绿灯倒起来之后，对方并无右转，而是加速跳车，多次下蔡先生的车，抓地行导致两只车发生碰撞。后车就无右转，直接驶我前端，逼停了我两段。明显看到个非常故意，前端的路是其实是非常宽阔的，但是伊就将高跟害我，让我不急刹落来。害你干啥？两段。那好梗几乎就是爱撞着了。蔡先生呾目睭市区不少道路接落时间，当时伊下车等红灯个车道暂时无熄灭，直惊予右转飘散，不少右转个车辆由此误认为直惊车辆占用了右转道。对此，蔡先生呼吁广大驾驶员开车上路应注意观察，勿免礼让，确保道路交通安全。现在市内个交通设施啊，都是道路建设，所以出现啊拥堵的情况是经常个。大家咱要理性开车，也应该提早识别这种标志。七月九号咩？市民唐能时开车经过长江路的时候，遭遇一辆共享电动单车个连续阻挡。后来，一辆共享电动单车发动将停下来，导致唐能时紧急刹车。唐能时后方个车因为来不及刹车，加伊个车发生了对撞。唐能时但许正咩十点外，伊开车经过长江路的时候，一个大伯搭着一辆共享电动单车，头前方载着一个子女仔，伊人一路有打有笑，占据着主车道，慢慢个转行，就唔知做呢，伊人做将频频来出事。落线时候，我咪就直直咁走啊，了走到红绿灯迄个路口，许么个时候就帮忙车速，直直就连窄路啊，车头撞伊，唔知发生滴遐个样么？在资料路开车，咧就直直就连窄往我头撞过。据唐能时介绍，过了路口后，搭共享电动单车个大伯继续帮忙车速，直直达到唐能时个汽车头撞。唐能时提供个行车记录仪视频显示。搭共享电动单车的大伯回过头来推挂的唐能时的车，然后组长就将共享电动单车刹停落来。伊就回过来用了两三次，然后再组长再刹停落来。由于对方将车刹停，唐能时也马上打了刹车，导致后方的车辆反应不及，撞上了唐能时的车。令唐能时气愤的是，这个搭共享电动单车的大伯推着唐能时的车，甲后边的车碰撞后，紧张有滴惊，幸灾乐祸，随即便加速离开了现场。我无病，我仲要着急十路，我加入甲后车发生事故，对不？伊离手了走，我只能甲遐个后方车辆做保险处理。共享电动单车灾难，看到汽车道顶边数来数去，既阻碍交通，也极不安全。唐能时就希望交警部门加强对共享电动单车行驶的管理，也呼吁广大市民遵守交通规则，勿免骑车。就希望咱那交通部门有变加地，就说共享卡车嘛，还能咱那遐个店内机动车道或是啥会影响，就说减少行驶车辆。流行病黑跳车是小河目前防控界第一道关口，是处置目前界重要防站。六月初，汕头分别派出两支队伍，前往广州目前防控工站。
其中一支就是由二十人组成的流跳队伍。近一个月时间来，一撮病毒侦测点出现到各类司法现场探测真相。甲其他工作人员组织，努力为广州目前防控夺取强强堡垒。六月二号，由市疾控中心甲山大卫学院队附属委员、市党委委员等十四个单位二十名队员组成个流跳队，火速前往广州市新冠肺炎流跳处置中心大本营，甲许个个五百多名工作人员一起同病毒赛跑，用最多个时间阻挡目前传播。主要是负责我们这个现场流行病学的调查，还有我们的核酸采样，还有通过我们这个大数据去判断我们的密接，还有我们的次密接，就是说对它进行一个管控。参与流跳的人员被分成三十九个小分队，一个接到跳车黑色疑似病例的任务，大家就着穿着旧旧的防护服，穿梭到一线，与患者面对面，了解患者活动轨迹，快速汇总信息，冒称传染链。其实我们一般流跳和采样是同时进行的，就到病人家里或者是病人所在的地方，对他进行一个流行病学调查，去判断他的活动轨迹，然后再给他进行现场的进行采样。回来这边我们还要马上立即在一个小时之内要把这个病例的核心信息要写出来，然后要再写这个流调报告。流调工作考验耐心和耐力，只有不漏一个接触者，不漏一个可能的感染者，之后病尽可能找到所有潜多的感染人群。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说，他的一个行动轨迹的时候是有时候是不太清晰的明了的，不像我们现在年轻人一样有一个什么智能手机，可以通过他的智能手机一些什么聊天记录啊，或者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消费记录，各方面就是说一些途径去搜索一下。如果差了这几个小时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就是说他刚好有出门，就有可能就是说去碰到了另外一些其他人，就会导致了另外一个传播下去了。广州的人口流动慢，上繁忙的时候，每个流跳小分队直接着应变甲碰电密切接触者，挂执甚至上百人。流跳队员只能不断加快进度，最后便跑到病毒前面。忙起来的时候根本就停不下来的，因为那个责任在那里，快点去把这个病毒把它阻断。在广州那边的话，你在那个每天晚上，你就说在一点前你是不敢睡觉的。近一个月的时间，山头前沿广州目前防控流跳队与广大一线工作人员通力合作，完成了一届又一届任务，大家的共同努力也让广州目前得到了有效控制。只个过程，每位队员拢都用实际行动，正行守护人民健康的每只初心。每个队员都抱着一个战胜疫情的一个信念还有意志，都拥有那个极大的一个奉献精神，才能够把这份工作给坚持下来。接下来我会去继续做好我的工作，为人民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到电影四高档，刘德华饰演一个开摩托车潜出被关二日的白青雷泽宽。这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故事的主人公王兴是来自山东聊城的郭刚登。最近到山东甲河南两地警方界共同努力的郭刚登甲二十七儿子郭新进的 DNA 比对成功，因一家人失散入四年之后，终于得以团聚。犯罪嫌疑人也已被警方抓获。1997年9月21号，山东聊城郭刚登夫妇五岁半个囝郭新进到来门卡口耍电视，碰一个青红子鸟跑走。之后聊城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开展了大量个侦查及跳车走访等工作，并采集了郭刚登夫妇个血样，检验 DNA 信息录入打怪 DNA 系统，但一直无发现郭新进个下落。如郭刚登一直无放弃寻找儿子个念头，历时十四年，开掉了十多只摩托车，跋涉40万公里，几乎跑遍了全中国。电影《失孤定情界》正是郭刚登刚浪的亲自之路。令人欣慰的是，到今年的团圆行动中，
公安部将改换列为跨摆督盘马行。六月上旬，公安机关到河南发现疑似个骨新症，通过采血进行 DNA 比对，最终确定了骨新症的情况。昨日，山东聊城警方安排专人陪同骨新症赴山东聊城认亲。郭新正、郭刚登一家失散二十四年后，得以团聚。而当年两名拐走郭新正的犯罪嫌疑人，也已被捉拿归案。对此，电影《失孤》的主角刘德华，花特地录制视频，向郭刚登一家送上祝福。近年来，包括以郭刚登为原型的《失孤》到来，已有多部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亲情电影被搬上荧幕。这让社会进一步了解了亲情的功能，也有助于强化社会对打怪的关注，凝聚更大力量。打怪之路，任董导演。以四川为例，该省今年已成功为诺贝尔物理家庭找回失踪被怪儿童，实现了团圆梦。其中失踪被怪二十年以上的150人，最轻的达50年。每一个老囝背后，拢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亲情是人们永远的思念和牵挂。打乞拐卖、惶惶走失，关乎全家幸福的幸福。郭刚登临找回儿子，令人感觉无比欣慰。但郭刚登临找到儿子，造福依靠一个人的力量。背后的社会合力和制度进步，才是背脊并往前脚的深层原因。